鉴定一下网络热门游戏视频，我是专家。先来一个经常刷到的，几个小动物纠缠在一起，有点像人类一败涂地。许多手机游戏广告都喜欢用这个画面，名字则是什么什么十七冒险啊，我是第一名之类的，下载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其实这个游戏画面是 PC 上的多人对战游戏《动物派对》，在游戏里扮演各种动物互相打闹， Steam 上面还蛮有名的。最近还能经常刷到这样一个视频，号称是解压游戏，然后手指都能把手机屏幕给戳碎。这是一款名叫超级粘液模拟器的游戏，就是模拟各种史莱姆来解压。我试过了，手指根本戳不进去，怕是只有傻子才会去尝试吧。是我。这个超美的白头发小姐姐的视频经常能刷到吧，很多点进去都是传奇之类的垃圾页游。这个游戏画面是出自于2013年 PS3 上的游戏龙背上的骑兵3的 CG 动画，这个小姐姐就是主角 Zero，后来频繁被用作于什么女神夜游之类的宣传。这个打塔的游戏视频也经常能够看到，广告词都十分夸张，什么智商160才能玩。其实这是游戏英雄城堡战争的套皮动画，这个游戏在国外挺火的，在国内很少见，所以经常被拿来做垃圾游戏宣传。下一期为你揭秘更多热门游戏视频。